常会淡然爱出其他语。医护同仁深入精脏，领受智慧法髓，每个动作整齐划一，道气十足。暴躁细心常伤人。李雅玲，大林慈济医院急诊室副护理长，急诊工作环境高压，抢救生命跟时间赛跑，情绪难免急躁，有时会口出恶言，就是会比较情绪起伏会比较大，对，然后就是在看了这个词歌词之后，觉得好像有小部分是在好像有在讲我这样子，所以就是有点那种心境的感觉。第一次参与演绎，对经文不熟悉，李雅玲每天练习至少30分钟，入经藏发露忏悔，改往修来。以前就是有话实说，而且会嗓门很大，而且可能讲话会可能会伤到人，但是现在都慢慢修正。岁末祝福入经藏演绎，洗涤无名烦恼。斗六慈济医院院长简瑞腾忏悔过往不够精进，至诚发愿。在自身职业上，我要带领因入人群做不幸之事。在医疗专业上，不是只冲冲冲，我要拜托因大家要步步踏实。一旦一心一志，真的是不简单，人人都在自己的岗位上，而且呢，关怀任何一个人，这都是我最佩服的。正言上人启勉，人人一心一致，把医院当成爱的道场修行。大爱新闻黄子玲、欧阳光辉加以报道。